大家好，我是小石，今天的纽约课谈想聊聊纽约地铁安检的问题，题目是纽约地铁行李安检恐沦无效的政治演习。纽约市长亚当斯 Eric Adams 5日宣布对地铁乘客进行包厢检查，并将之形容为地铁治安新常态。虽然新政策细节尚未公布，但亚当斯提到将在犯罪率较高的车站内检查乘客包厢，这项政策落实性本身就有问题。如果社会对犯罪纵容的根源性法律不改变，想必再多的警力抓贼也只是无效的政治演习。事实上，地铁包检政策在中国就实施多年，模式基本为进站时的智慧安检机器，乘客需要把随身箱包放入其中，经过机器扫描查验乘客是否携带违禁品。而通常这样的安检在站站都有设立，确保进站的每个人都遵守规定。亚当斯5日的查包新政中还没有具体讲述究竟包要怎么查，是人为查还是机器查，甚至也未公布是进站时查还是进站后在车厢内搜查。但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，如果不是在每一站针对每个人进行搜查，只在部分大站安检的话，不法分子如果想要携带危险物品进站，只需要透过那些没有设立安检的小站进出，就可以继续在地铁系统内犯罪。亚当斯的新政只防君子不防小人，然而仔细想来，对于在地铁检票口翻修旋转门、安装刷卡监控系统都直呼缺钱的纽约市政府，在缺乏警力的情况下，是否能够在24小时营运的地铁系统内安插这么多警力，24小时不停的安检，对于身为居住在纽约多年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。不过即便执法到位，司法也仍然缺席。在保释法改革的宽松环境下，被捕的犯罪分子仍然有大概率的释放可能，然后继续在低成本的犯罪模式下逍遥法外，维系政府亲手酿造的恶性循环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